它是一个硅胶头的，如果说它是一个不会变动的牙刷，不会震动的牙刷，那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它的清洁力度一定是不够的。但是因为它是有震动，它是有电动的，你知道吗？它的通过你那个微微的振幅的时候，那个振幅的时候，你这里面脏东西就已经被震出来了。我配一个这样子的小头，然后长得也是非常的可爱。它还配了一根充电线。牙齿爱出血的，然后呢，牙龈非常敏感的，请你把它带回家。小潘推荐不会错。从刷头到机身都是食品级的硅胶，意思就是你怎么啃都不会，就是对身体不健康。15000到30000次的声波振动频率，所以谁说它刷不干净你的牙齿的？你真的是你的牙也太脏了，因为它是电动牙齿，它的点就在于是靠那个声波振动频率把你里面的脏东西给震出来的，既不会损伤你的牙龈，因为它硅胶毛非常非常的软，而且呢还能够帮你彻底的清洁你的牙齿。它一共有5档的振动模式啊，这些都是可以按的，然后是根据你自身的要求去调整。最智能的、最聪明的一点呢，它就是有一个智能提醒的，它是每30秒会提醒你要换一个区域去刷了，2分钟就会提醒你刷牙结束了。一个智能聪明的牙刷，5分钟之后它会自动去关闭那个防水装置。